辣炒龙眼，龙眼，哎，龙的眼睛吃过没呀？没有。啊，这个辣炒特别好吃，真的有龙啊！哎，对，就是真有龙。先给焯个水。这是多少个龙的眼啊？这是？基本上就是十条八条的，也没有太多。十条八条的，好几个眼睛。哇，这道菜多少钱？这道菜啊，这些原料买的时候是68。68？哎，卖给你69。哪里卖的？在海鲜市场。哦，海鲜市场啊。哎，对。哦，龙宫味的啊。哎，对。这龙眼怎么还是硬壳的呀？哎，对，这是海螺吧？这就是。它总得有保护的嘛，加上一两色辣油。啊，小伙子吃辣吗？吃辣，吃辣。辣椒给你少来一点就行了，太多。小气的老板。加上一点这个大葱，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辣椒给煸香，煸出辣椒的香味来。好，加上一点我这个秘制的这个豆瓣酱、辣椒酱。我在这条街上炒这龙眼炒了7-8年了。吃过的都说好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说不好的，是吧？哎，那必须的。啊，这条街连个人都没有，你。加上一点这个红红的辣椒油、辣椒香料，火锅底料。哎，这主要是秘制的。好，这个时候来上一点这个小料酒。哎呀，整个小味道一下就暖，一下就上来了。好，龙眼下锅。有没有凤尾啊？凤尾，你想吃？改天我给你去到天上捉几只。啊，行。毛油，好，来上一点点这个生抽，哎，来上2滴老抽，多了不行，必须2滴，加上一点点白糖，让它回有提提鲜，来上一点点鸡精，不能太多啊，就这么点就行了，加上3粒盐，来，来翻炒，哎呀，这个就不告诉你了，水香粉，祖传的，啊，然后加上秘制的这个去骚灵气。哦，然后再来上一点这个秘制的小料油，哎，就这样，往里边一放，好，再来上一个这个，你看，红红彤彤的小猪油出锅，淋上一点点这个出锅油，就这样一个辣炒龙眼，看着漂亮吧？哎呀，这是公龙母龙的？哎呀嘞，都必须选用这个公母结合的，还是恐龙的？哎呀，你看。就是我们这个辣炒龙眼，69块钱一份。好嘞，多来份啊。